面对火力电厂巨大的温室气体排放、核能发电的放射性污染、再生能源的不稳定因素，没有自产能源的台湾正站在能源选择的转捩点上。能源匮乏的危机会带来新的创意与转机吗？4月13日星期一晚间10点，公视13频道，我们的导播出迈向能源转捩点专题报道。